一踏进典雅的极美鳌园，马上就能看到一条围绕着精致青石浮雕、人物刻画生动的壮观门廊，加上高耸雄伟的极美解放纪念碑，以及清幽安宁的陈嘉庚先生陵墓，组成了以丰富的历史与优美环境闻名、特色独具的人文风景区，也是来到厦门必访的观光热点。园区采取中国传统的山水园林架构，除了古典的亭台楼阁、小桥流水外，沿途都布满了精湛的手工石雕艺术，展现出华美壮阔的氛围。不仅自然景观丰富，历史与文化资源更是一绝，值得悠闲漫步在园中细细游览品味。